这五年是人类死亡会非常多的时一个阶段，老天第一个用的叫瘟疫，这个瘟疫是没有药可治的，很快会传播，我讲这里没有吓唬大家，是提醒大家中原地区要特别小心，因为中原是圣贤的地方，居然没有特别重视。山东人老在那呀呀呀的，河南人老在那里，我们有什么有什么，讲了半天没有动静啊。天是有眼的，不是没有眼，他很公正，他无私，而且功过是不能相抵的。功过相抵是我们人间自己搞出来的花样，天上功是功，必赏；过是过，必罚。他不让你相抵，千万要做。